麻疹传染度高，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。还没完成疫苗接种或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的人，要外游到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，出发前最少两星期要咨询医生意见。不到一岁的儿童、孕妇和备孕的女士，如果对麻疹没有免疫力，就不应该出发。此外，大家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。上 chp.gov.hk 了解更多吧。